我们因为环境的影响，我们离开了教会，但神，你的心永远在那里等候我们，等候我们回到你的身边来，等候我们来读圣经，等候我们来祷告，与你交流，在神里面，在灵里面，我们与你相依。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把我们再带到你的面前来，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在这里仔仔细细的研读圣经，在这里好好的灵修。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今天所有的事工都恭恭敬敬的交托在你的手上，求神引领，降下圣灵，让我们在学习上更加的专心，也为今天的老师给我们的领读能够带来更大的爱心和耐心。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哈这一卷书是《使徒行传》The Book of Acts Acts 哈，这个《使徒行传》这卷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回顾一下26章的第20节哈，这个是保罗在跟在解释他站在这些罗马的这个官员的面前跟他们解释他是到底做了什么。 OK， 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先去什么地方又去了什么地方First to those in Damascus， 所以他先去了大马士革，然后 then to those in Jerusalem， 他又去了耶路撒冷and in all Judea， 去了这个犹大的全地Judea 这个省份， and to the Gentiles also， 所以他也去外邦人， Gentiles 指的是外邦人外邦人，当时不信神的人叫 Gentiles。I preach that they should repent. Okay， 所以他把他工作的内容都讲得非常清楚。我当时在那里向他们传福音，讲道就是 preach preach。所以 I preach that they should repent 我告诉他们，我跟他们讲道，告诉他们应该要认罪悔改。这个 repent 这个字非常重要认罪悔改。And turn to God， 他们应该转向神。And prove their repentance by their deeds. 所以认罪悔改，然后要转向神以外，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说他们要证明 OK， 你认罪悔改了之后，你要证明什么呢？ Prove their repentance， 证明你的这个认罪悔改呢，要用你的行动来证明。By their deeds, by their deeds. Deeds 就是他的行动，他的行为所以这几个字都是非常重要的字对于我们来讲。OK， 所以 repent 是动词， repentance 是名词。接下来我们看，今天开始看这个21节That is why， 这就是为什么 The Jews seized me in the temple courts.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犹太人 seize me， seize 基本上是抓住我，把我扣押住了。在什么地方扣押我呢？ In the temple courts， 在那个圣殿里面的内院里面就把我给扣住了圣殿的耶和华神的圣殿的内墙里面就扣住我了。And try to kill me， 而且他们想要杀掉我。But I have had God's help。To this very day, this very day 指的就是现在一直到眼皮前面的今天。OK, this very day 这是一个非常加重语气的说法This very day, I have had God's help. 一直到今天，就是现在的此刻呢，我一直都是有着神的帮助有神的帮助。And so I stand here.And testify to small and great alike.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现在站在这里，而且 testify 是见证，做见证，我在这里做见证to small and great alike. OK， 对于 small 是小的 ，OK， great 是大的，很伟大的，所以不管是比较。卑微的、小的、卑贱的 ，great 是伟大的、尊贵的、地位高的我都一样 ，alike 他们是一样的，对我来讲都一样。我在这里对
卑贱的，我对伟大的，我都一样在这里做见证。OK，I'm saying nothing beyond what the prophets and Moses said would happen. I'm saying 我现在正在说的。OK，nothing beyond 没有一件事情是超过，没有一件事情是超过什么呢？超过那些 the prophets 是先知。Moses 是摩西哈，没有我所说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超过先知和摩西他们过去说会发生的事情啊。我从来没有说超过他们所说的啊，所以我说的没有什么稀罕。其实呢，过去他们都已经说过了，会发生，都预言过了啊。Prophets 是先知哈 ，Moses 是这个摩西。好，我们再来看下面。那是有关什么事情呢 ？That the Christ would suffer 啊，首先基督啊、一定是会必须受伤害啊，必须受迫害、受伤害啊，这个 suffer 啊，一定会受苦的。In as the first to rise from the dead， 而且他是 as the first， 他是第一个做什么事情呢 ？Rise from the dead。Rise from the dead 是从死里复活 ，OK， 所以耶稣他是耶稣基督，对吧？哈，这个是过去这个都预言过的，摩西也说过，先知也说过，基督一定要受苦啊。然后呢 ，and would proclaim light to his own people and to the Gentiles。Proclaim 是传 ，OK， 传这个道。Proclaim 他把传这个道，他一定会把福音的正道传给什么呢？传这个光 ，OK，light， 把这个光，这个光明之道 ，OK， 光明之道给谁呢 ？To his own people， 给他自己的子民，还有给外邦人 ，Gentiles 啊，这是一定会做到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过去先知还有过去摩西都说过的。哦，再来24节。At this point, 就在这一点上面呢，就在这个时候 ,this point 就是他说到这个地方的这个时候呢 ,Festus interrupt Paul's defense。这个时候 Festus, 啊这个大官他马上就打断了这个保罗在那里自己替自己辩护的说辞，他就打断了保罗的说话了。You are out of your mind, Paul. Out of your mind, out of your mind 指的是说你整个人疯了，你疯了 ，OK， 你癫狂了 ，OK， 你恐怕你都心智不清楚了 ，Paul. He shouted, 啊，他就大声的喊 ，Your great learning is driving you insane, OK. Your great learning.基本上他们都知道保罗哈，保罗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有学问、很有知识的人，是一个知识分子。他说：“你那些伟大的这些学习，你的学问呢 ？”OK，driving you insane 啊 ，insane 基本上也是疯掉了哈，已经使得你 OK 反而你学的越多，你学的东西反而的是把你。转向癫狂了，转向疯狂了。OK， 好 ，driving you the insane 是来把你整个导向疯狂了。好 ，I'm not insane 啊，这个 Paul 就回答了 ，I'm not insane， 我没有疯狂啊。Most excellent Festus，Most excellent 这个 excellent 呢是一种对别人的尊敬的称呼啊，称呼这个 Festus 陛下或者是阁下。或者是尊敬的 Festus 大人啊 ，Paul replied. Paul 就回答了 ，What I am saying is true and reasonable. 我在说的事情，我现在正在说的事情是真实的 ，true， 而且是合理的 ，reasonable 啊，是可以理解的。好 ，The king is familiar with these things 啊，他说王啊，你也是晓得这些事情的。Be familiar with 前面用 be 动词 familiar with 这个是一个习惯用语，就是熟悉、明白、非常明白什么事情。And I can speak freely to him，
而且我可以怎么样，很自由的、大胆的直接跟王这样说啊，I'm convinced that 我非常确信，我非常深信，我非常的明白，None of this has escaped his notice。OK，我知道这些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逃过 OK，没有一件事情是能够逃过他的理解，所以没有什么事情是隐藏起来他不知道的事情，他一定会知道的啊，没有一件事情啊，是王不知道的，because it was not done in a corner，因为这些事情都不是。In a corner 是在一个角落里面，这些事情都不是躲起来啊，躲藏在一个角落里来做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公开的，大家都知道的事情，right？OK，、okay, 好，再来27节，King Agrippa，King Agrippa，这个是这个 Agrippa 的王啊，哈，Do you believe the prophets？你相信先知吗？相不相信？OK，I know you do. I know you do believe the prophets. OK，后面这是一个缩短这个句子，就缩短这个结构啊。我知道你是真的相信耶稣，相信这个先知的啊。先问你相信吗？但是我知道你是真的相信的。好。Then Agrippa said to Paul, Agrippa 王就对保罗说了，Do you think that in such a short time，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你认为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you can persuade me to be a Christian？你觉得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你就可以 persuade 就可以。劝我就可以改变我，使得我变成一个基督徒了，Christian。OK，你觉得你可以做到吗？这么短的时间，几句话，你觉得我就会相信基督了啊？OK，Paul replied。Paul 就回答了：Short time or long，不管是短时间还是长时间。I pray God that not only you but all who are listening to me today。但是呢，我向神祷告，OK，我向神祷告，什么事情呢？Not only，注意这个地方，not only，OK，but，OK，not only but，不只是谁，而且谁，OK，所以不只是你，不只是你会啊，你会变成基督徒，我也相信所有 all who are listening to me，今天在这里所有听我说话的人。我都希望，我向神祷告，希望你们都变成什么？May become what I am。你们能够都像我一样啊！我相信的，我相信基督啊！我基督徒，我希望你们都做基督徒。Except for these chains 啊，只是呢，我希望大家都变成基督徒。除了这个我手上的这个锁链，因为他是犯人被锁链锁住的哈。除了这个锁链以外，锁链不用做基督徒了哈，没有办法，OK 啊，所以除了这个锁链以外，我希望大家都变成基督徒，OK 好。And the king rose 哈，这个时候呢，这个王就站起来了。And with him the governor and Bernice and those sitting with them，跟他一起站起来的呢，还有他带来的这些地方官哈，governor 是地方官，像巡抚一样。And Bernice，还有那些坐在那里跟他们坐在一起的，都站起来了。好，这些人呢，they left the room，他们就离开这个房间了。And while talking with one another 是一个又一个，就是他们彼此在那里讨论的时候，they said，他们就这样说，This man is not doing anything，这个人什么都没有犯呢，没有做任何事情啊。什么事情呢？That deserves death or imprisonment。这个人没有做任何事情是该死的、该致死的，或者是该关监牢的。他做的事情跟这些并没有犯罪。OK，他并没有做任何事情是该被杀，或者是该关监牢。这个人无辜的嘛？OK，好，32节。
Agrippa said to Festus. 这时候 Agrippa 王就跟 Festus 说 This man could have been set free. Set free 是能够放掉自由 OK 被释放 Being set free 这是一个被动式哈这个人呢、啊、可以从过去到现在这是一个完成式他可以其实早就可以被放掉了 OK 假如 If he had not appealed to Caesar 假如他没有要求要一直去、跟凯撒大帝去上诉的话他没有要求说一定要一路、上诉到凯撒大帝 那里的话其实你早就可以把他放掉了是吧因为他什么也没有做好、oh,这个就是结论哈对于保罗的这个他们的看法。OK, 27章第一节 When it was decided that we would sail for Italy, OK, 所以当我们决定就是我们要 sail for Italy, sail 是坐船哈坐船航行一路航行去意大利的时候 Paul and some other prisoners were handed over,to a centurion 保罗跟一些其他的囚犯因为他是要去上诉的还有其他囚犯可能要、能够、一路把他们、带到别的地方去一样去意大利的他就同船有很多都是囚犯他跟其他的囚犯呢 were handed over 这是一个被动式就被交给一个 centurion 交给一个百夫长了、啊这个人的名字叫 them、named Julius 他叫 Julius 然后下面就给你介绍一下 Julius 这个人是怎么样呢 Who belonged to the Imperial Regiment、他是属于这个 Imperial Regiment 这个是特别哈等于算是、Imperial 是 只属于王下面的御林军一样 OK 王直属的这个军队里面他是直属当然他这个百夫长就特别特别位置、不一样、特别比较高一点所以呢这个基本上这个人是直接属于这个、意大利罗马那边的人、来把他接去、把他们带去那个地方好所以呢、就这么一个人有这么一个 百夫长然后呢、同时这里也介绍、这个百夫长呢他是属于等于是皇家的军团、皇家军团的 Imperial Regiment 它不是属于地方性它是直接属于皇家军团的好 We boarded a ship OK boarded 就我们就上船要做这个动作上飞机上船上巴士都用 board 这个字所以我们就上了一条船 FromAdramyttium 从这个 Adramyttium 这个地方 about to sail for ports along the coast 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地方上船上了船以后我们就要航行 OK 航行到一些港口因为这个船一路可能都是 有航程的哈 ports 是一些港口 along the coast 是沿着这个海岸线沿着这个海岸线什么海岸线呢 The coast of the province of Asia OK Asia 它是沿着这个亚细亚这个省份哈 Province 是省份这个亚细亚省份的海岸沿着这样走的中间要停许多港口 And we put out to sea 然后我们就开始、上海到海上去了、就开始开航了 Put out to seaAristarchus, OK, 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叫 Aristarchus, 他是一个、Macedonian, 他是一个、马其顿的人哈 Macedonian, from Thessalonica, 他从帖撒罗尼迦来的、他是一个马其顿那个地方的人从帖撒罗尼迦来 was with us, 他就跟我们一起、跟我们一起好有这么一个人 The next day, next dayWe landed at Sidon. 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就、到了 landed 就是这个船就在那里上岸到了这个 Sidon,Sidon 这个地方。And Julius,
Julius 就是那个百夫长哈，in kindness to Paul，他对保罗非常好啊，对他非常非常不错，很照顾他。那么 Julius 呢，就允许保罗 allowed him to go to his friends，就允许他可以去他的朋友那里哈，so they might provide for his needs 啊，可以去朋友那里就可以接受一些照顾，因为朋友就可以。Provide 可以提供一些他所需的东西哈，肯定囚犯在船上的待遇不好，但是如果呢你被特别恩准的话，你可以去找朋友，就可以啊有一些照顾。OK，from there we put out to sea again，从那个地方我们继续又 put out to sea 又上了到海上了，就是开始开航了。And pass to the lee of Cyprus 啊。然后呢，我们就沿着经 pass to，OK，、okay? 我们基本上就是经过这个地方，沿着这个地方去哈，OK，好，所以呢，他们就沿着这个塞浦路斯的这个基本上这个是背风面哈，背风面不是顺风的哈，所以这个航行就比较辛苦啊，比较辛苦。好，然后呢，他就because。为什么呢？因为呢，因为这个 winds were against us，因为基本上这个风啊是逆风的哈，逆风的不是很容易哈，不是很容易，所以我们就这接下来的航行就不太容易了，因为是逆风。When we had sailed across the open sea off the coast of Cilicia，当我们航行跨过什么？这个开放的海面，open sea 是一个开放的海面，off the coast of Cilicia，OK，、okay? 所以就off 是 cross off 是跨过去这个Cilicia 的海岸的这个宽阔的海面的时候，Cilicia 还有 Pamphylia 这两个地方，他们宽阔的海面的时候，我们就到达什么地方？We landed at Mare Inlicia 我们就到了 Mare Inlicia 在 Lycia 这个地方的 Mare 在这个地方。There, the centurion found an Alexandria ship. OK，在这个地方，他们就发现一条 Alexandria 的船那这条船是直接要去意大利的。Sailing for Italy，所以去往什么地方，航行往什么地方叫 sailing for Italy，and put us on board。所以呢，那条船是直接去意大利的，他就在那里让他们上船了，上了那条船。OK，then、okay, we made slow headway 我们一直往前行，但是是 slow 非常行得很慢行得很慢速度不快。OK，所以。这个就是带他们去意大利的船了，for many days 去了很多天去了很多天，然后呢，and had difficulty arriving off Cnidus，所以就到那个地方，确实这一路就比较辛苦，很辛苦能够到达 Cnidus 这个地方然后 when the wind did not allow us to hold our course 当这个船不允许我们，也就是说没有让我们能够沿着我们本来该走的航线，该走的没办法让我们按原来的航线走的时候呢，we sail to the lee of Crete，OK，、okay? 所以我们就到 Crete 的背风面去，OK，所以是去 Crete 的背风面，我们就只好绕过去，从它的背风面那里走，opposite Salmon。Opposite opposite 是什么东西的对面，到它的对面，从那一边去行过，从这个 Salmone 这个地方呢，从它的对面行走过去。We move along the coast，我们沿着这个海岸一直走，with difficulties 这一路都是非常辛苦，很困难这个风向不顺的时候就非常辛苦。And came to a place called Fair Havens。有一个地方叫做 Fair Havens，我们就到了那里去了。Near the town of Lycia 这个地方是靠近 Lycia 这个城的。好，第九节
Much time had been lost. Much time had been lost 是指时间慢慢的流逝，就时间慢慢都过去了啊，很多天，很多时间都过去了。And Sully had already become dangerous. 这个行程啊，海上的航行已经变得非常危险啊，非常危险。为什么呢？Because by now it was after the fast. 因为这个时候呢，已经经过了啊。这个时候已经过了这个禁食的节气哈，禁食的节气，然后呢，海上的航行又是非常的危险，然后呢，So Paul warned them，这个时候保罗就提醒大家，警告大家哈，Mean I can see that our voyage is going to be disastrous。Disastrous 是一个形容词，从 disaster 这个字变来的哈。Disastrous 就是一个灾难。OK，他说我可以看见，I can see，就是我可以预见哈。我们这一趟的航行，voyage 是我们这一趟的旅程哈，是非常灾难性的哈。And bring great loss to ship 啊，这个船呐、啊。本身要遭遇很大的 ship and cargo，注意这个地方，ship 是船，cargo 是船上的货物，OK 叫 cargo，所以这趟航行其实是非常灾难性的，恐怕怎么样，bring great loss，它会带来很大的损失，对船，对这个货物都会带来很大的损失的，into our own lives also，对于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是会带来很大的损失的，恐怕很危险啊，很有大灾难性的。But the centurion，OK，、okay, 这时候这个百夫长呢，instead of 啊，与其听从保罗说的，他们反而怎么样？这个句型是这样，instead of。OK，instead of 后面的这个这个句子这个句型呢，是基本上他不听的。OK，listening to what Paul said，与其听这个保罗所说的，他不听，他反而倒 follow the advice of the pilot，他是听信这个 pilot 是掌舵的人，船东啊。OK，掌船的这个船长。Pilot，and of the owner of the ship，他呢反而倒遵从，他不听保罗的，他反而倒遵从这个船长还有这个船东的这个建议哈、advice，他觉得他们比较有经验了，他们可能知道比较多了哈。OK，好，12节，since the harbor was suitable to winter in。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是过了这个前面讲过过了禁食的期间哈，那这个基本上这个 harbor 是这个港口哈，这个港口基本上是比较适合 be unsuitable，这个 unsuitable 是比较不适合 to winter in，winter 是冬天的时候进港啊，冬天不太适合，你夏天、春天也许你其他时间来还适合，冬天不适合。The majority decided that we should sail on，因为港口啊，冬天的时候不适合进港，所以呢，大多数的人，majority 啊，大多数的人都建议我们要继续航行，继续航行，不适合这个时候进这个海港。Hoping to reach Phoenix and winter there，我们是希望，因为。船走得很慢，那个时候的船完全靠风力哈，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能够 reach Phoenix，能够到 Phoenix 那个地方去啊，Phoenix 那个 O 不发音哈，注意 Phoenix，能够到达 Phoenix 那个地方，and winter there，能够在那里过冬，我们希望在那里过冬。This was a harbor in Crete 啊，这个地方呢是在 Crete 这个地方的一个海港，facing both southwest and north。West，所以注意 southwest 哈是指的东，是指的西 southwest 哦，这应该是西南吧？OK，好像这个不知道这个跟中文不太合哈。Southwest，注意英文里面讲的时候，如果是西南的话，我们先讲南，再讲西，所以 southwest 是西南，northwest 是指的西北。OK。
我们待会查一下这个中文跟英文好像不符合哈。OK，好，接下来 when a gentle a gentle south wind 有一个非常微微的、非常和煦的这个南风哈 began to blow 这个南风开始吹起了。They thought they had obtained what they wanted。所以他们很得意，哎呀，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风啊，这个 obtain 是得到，这就是他们希望得到的风啊。So they weighed anchor, weigh anchor 是把那个锚抛下去了，叫 weigh anchor, and sail along the shore of Crete 啊，他们就沿着这个 Crete 的这个海岸就去了。OK, 好，所以 weigh anchor 啊，把那个锚sorry, 这个 weigh anchor 应该讲的是他们把这个 anchor 给收起来，把锚给收起来，就准备继续的航行了。OK, 好，我们今天讲到27章的13节。OK, 我们停在这。